Hello everyone, 我是阿平 ，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。如果大家有注意我的影片的话呢，我在上两个星期，我的影片其实都有这个叫做 Max Home 的公司在 sponsor 我们这个民宿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就在他们这个其中一间民宿叫 Robertson， OK， 是在 KL Bukit Bintang area 里面。所以今天就大家看一看他们的这个民宿是长得什么，有什么样子的吧。所以这个就是 Robertson 的他的 design。OK， 所以我们人在这里拍摄，所以会有一点小乱。OK。好像这种屋子呢，其实我觉得非常适合一般朋友或者是一家人来，因为它就是整个家庭式的那种感觉 ，home， max home 嘛，对不对 ？So， 好，这里就是厨房，看到没 ？So， 它基本上你的插座呢，上全部有了，冰厨，如果你们要开 party， 什么最重要够冷嘛，对不对？所以里面应该是非常的大，然后非常的冷。然后这里有很多的厨，里面都放满了东西，我们的东西。最重要什么？我去过他们几间民宿哦，他们的民宿都在二三十楼高的那种地方，所以他们的风景非常的美。Okay， 基本上 KL， 你只要在 Bukit Bintang 里面的 area 呢 ，KLCC、KL Tower 通常都可以看得到了。如果它的方向是对的话。嗯，所以我带大家看参观一下他的房间。对对对，看你灯，双人床，非常的爽。OK， 好，好像这一间哦，这个叫什么 ？Master Room。OK， 非常的大，后面主人房啊。这一个叫玻璃，女生用有书桌，然后这里就有厨了，很多个厨，整个就是家里的view。厕所，这厕所看你是选怎样的厕所，好像这里的厕所呢就没有浴缸，有些厕所是有浴缸，看你选的配套。这里就是里面冲凉的花洒地方。然后这里就是马桶，跟后面有这些。全部有完 ，tissue 有完，没有问题。毛巾全部都有，准备好给你。那我们再看另外一间房间。就是，哇，这里也是看很多风景，哇，我住这间房间很爽，这里背光给大家看一下，其实住民宿哦，我最怕的一个东西就是它的冷气不冷。So far 我去了 Maxum 几间民宿，每一间冷气都是有定时的维修，所以它的这个冷气呢。是很冷的，这个是我去民宿最怕的东西。OK， 那么它的客厅就是这样了，一眼看完，电视机肯定有，不用怕。然后一个非常好的家庭式的沙发，一个家庭式的沙发。那么住这种公寓类型呢，它有一个好处什么，就是楼上或。OK， 那么注重公寓类型。OK， 那么注重公寓类型的住家呢，的民宿啦，它的好处还有一个什么，就是不管楼上还是楼下，一定会有泳池啊、gym room 啊那些设施给你用，所以这个是它其中一个好的地方。还有一个就是它把雨中房，所以好像你
一般朋友两辆车，通常啊两辆车不是问题，因为通常一个 unit 都会有两个 car park parking 给你。其实我还有一个蛮喜欢的东西啊，就是他们有这种 microwave， 有些甚至有烤炉给你去烤东西。他们的这个餐具全部齐全在这里，准备好饮用，洗碗液全部都有，给你甚至连刀，给全部都准备好给你，要自己煮饭都不是问题，刀具有刀完。由于昨天我们内部有一点意见不合，所以开了一场辩论比赛。V5 OK， 阿 Q 你，我哋系最佳。明天，你可以做那个 poster 给我吗？什么 poster？ 卡顿的，看你哦，你自己设计哦。啊，卡顿的 poster？ 对啊。怎么又有做一个卡顿 poster？ 那个动漫的不是我叫人家画了，那画我们的。我知道，我是你那个你又要画的。啊，那个你要放呢？放开场啊，放每个人的啦。放每个人的开场，对。我打动了，听了。连刚刚那个开场那个啦，你的前面就是放你的中间的。自己先放。大家出来的。那我过来。没有，是不是讲了我这个前面不要放打顿的了呗？前面有放吗？遇到前面的那个啊 ，refine 那个没有吗？还要放对？没有，因为哦，要看什么样的类型，好像有些 video 是可爱可爱爆笑的，我觉得放打顿可以。没有，我看过阿 Q 的开场，它是那种文字的，对就比较 technology。没有，我比较想是 more on focus。大家，对，我知道。因为其实我觉得啦 ，OK， 如果阿 Q， 比如说好像他吃一个饼啊，全程就只有他的，我觉得给他放没法子的东西，那我会放。他已经是我们一派的情侣了，对是没有错。可是我是这样觉得啦。他后面可能他的那个 NG 信那边放。NG 信是放他自己的，是那但是我的意思没有 NG 信放团体的，团体的，团体的。NG 信放团体。奇怪，你们是。V5 我们是团队，我们是 V5。可是 video 不一样嘛，然后后面如果你放 closing 是五个人就 OK。诶，就是讲嘛，就是好像如果你现在我们自己的 channel 当然是用我们自己的咯，因为我们除非你的 channel 啊，你的名字后面还有一个 at V5。前面直接讲 V5。跟他，因为你现在我们那个好像我们一人自己一个 video， OK， 一人自己一个 video， 然后我们是一个 video， 然后阿 Q 频道是阿 Q 频道自己的，那雪峰就是雪峰的，他没有讲明我们是暂时就是 under 那个 V5C。OK， 我的开场就是这样子。然后我觉得他这样的话就是要 Q 包给他们。没有这个意思 ，OK。就是你已经进了这个 V5， 你懂吗 ？V5 其实是，就是我们为什么我们会成立到这个 V5 出来 ？V5 就是要给人家知道。sponsor 我们 V5 这五个字，你知道吗？好像你的喵的 video 如果。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民主，然后有投票，五个人意见是一定不合的。可是如果要因为这种小事，然后达不到一个协议的话，甚至是用这样子的态度去处理这样子的方式的话，这个就是不能够成全。这个是真的。没啦，我们很民主的嘛，每个人的意见不同，这样子你要坚持这个东西，我们来投票哦。来投票，我觉得是可以啦。你们哦，一直想要放个人的话，不如自己去爬喽。父母要带你们出来，父母要拉你们。这样可以哦，下个月我去解散了，就不用再排了，就没有公司啦。OK， fine， 我退出，我不玩了，你们自己研究啦。哎。
我太难了。没有啦，我觉得很好，坐下来谈嘛。我是在 prank 吗？哈哈哈哈哈！在 prank 吗？删掉啊！我进来了，我进来了，哈哈哈哈哈！It's a prank！ 哈哈哈哈哈 ！Prank is a prank！ 哎、yeah, ，It's a prank！ 哈哈哈哈哈！这个真的，这个。你们觉得好玩吗？好玩了，好玩。你还要拍啊？没有啦，我是啦。不用，我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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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就在里面泡面吃了。OK 啦，他们 prank 啦。prank！ 你看，我就专注玩，看你们玩 prank。正常啊，我们本来想要 prank 他的嘛。你说你们三个不推跟我商量，要讲 prank 他，我现在跟我讲最讨厌 prank。没有吗？上次我们讨论讲不要剪掉啦，我知道有人演的啦。好，可以不认识，可以来 say hi。好。OK， 所以我们刚刚那个议题要怎样到最后 OK 了吗 ？OK 啦，随便啦。然后你又很认真。对，等等，讲，我是要讲啦。莫老伟，我这样哦，我在这个团队里面啦，我一定是很辛苦，帮你们去一个一个去解释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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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没有，叫他出来，叫他出来谈啊！不要不要，等下生气，等下不爽，全部什么了？对，还有后面 last page。走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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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不要讲话了，我不要讲话。I don't need you, OK？ 我不要讲，不要讲话。雪峰，拍东西哦，雪峰。哎，峰哥。好，我们一起去啦！走啦，走啦，走啦。你这种感觉，我生气了，我不要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我们一个房间。It's a prank！ 哈哈哈哈哈！一条水哦！哈哈哈哈哈 ！Sorry， 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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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蓝色的，蓝色的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结束刚才的 prank 其实是成功，因为到最后他们有一点。有一点怎么讲啊，就是有一点紧张，怕我身边这位怕他会生气还是什么，所以到最后我们是有反整麦克成功啦。OK， 所以我们现在在麦克家后面，我们拜这个好兄弟，今天是我们7月14日。对啊，所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后面五代真相啊。OK， 那么我的影片就到这里啦，喜欢我影片没有？记得帮我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。Max Home 是一家民宿公司，他们的民宿遍布了马来西亚数个州属，包括了吉隆坡、槟城、柔佛及马六甲。就在2016年 ，Max Home 成功达到了 Airbnb 吉隆坡排名前20的民宿。想要了解更多吗？快上到面子书去找 Max Home Guest House， 以便了解更多。